大家好，小弟 MC 啊，其实咧小弟经常都要从事好多不同类型嘅研究工作，主要系俾人吓嘅。今次低俗捉咗我嚟，就要逼我向大家公开一啲研究嘅内容同过程，所以我将会搞一个叫做《俾人研究》嘅节目。咁希望喺个节目里边可以同大家用一啲冇咁严肃同埋严谨嘅态度，研究一啲惊天动地嘅嘢出嚟，同大家玩下啦。好，第三节，事件去到而家咧，我哋咧就大家就谂紧有冇啲解决方法咧？嗰啲係有啲諗法俾佢啦，其實係咪即係一個月後就一定會俾人冚期嘅咧？哦 ，sorry， 係低過一個月啦，六月底啊。六月底。今日已經係六月頭啦，係啦。菲利之前講過一招嘅，就係搞撚到業主告我咯。我搞到個業主告你，跟住發又第二個部門嚟 take care 呢件事，好喎，喂，好喎。咁當然都係答。我哋有咩辦法令到天下嘅業主都會產生噩夢嘅？我記得嘅咧就。曾經有個很出名的音樂人咧，喺屋企裏邊喺個木地板度燒嘢食，跟住咁咪好難搞喎！原來聽講話係咪喺嗰啲木地板度咧擺啲炭喺度 BBQ 啊？燒炭，佢唔係燒炭，佢係真係燒雞翼。係咁，佢會破壞曬嗰啲木地板定點咧？對啲業主嚟講係好緊傷嘅喎。咁呢個係破壞啫。頭先我講嘅意思，即係佢頭先想講嘅 point 就係話緊等業主。再去做一些另外一些手續，而撇除了這個東西，即是過了這回事了，那變相就是有一個實質的日子他要收工咯，就不是現在不知道做什麼，不知道怎樣了。但你們可不可以突然間找幾個心智不正常，精神又不是很正的朋友去搞？其實只要呢，只要我照給地政入來，又說釘契，又業主叫我走，我不能走，咁佢咪告咯？嗱，呢個就有即係業主出咗聲，佢仲唔走嘅話，一變相佢阿和就會賴死，負更多責任咯。變咗佢負嘅責任就唔係因為呢啲哦，又負埋啲僭建啊，唔係負佢賴唔走啊，打租霸，變成租霸。咦，咁都變成租霸都好啊！你再分出去嘅，你話變成咗租霸之後，其實我有分租出去嘅。其實嗰啲個人霸過我先逼我變成租霸，咁又賴多一陣。咁只係變咗係將個時間拉長咗啦，即係喺度嘅時間再長少少。咁當然係搞到好大件事啦。我哋搞到呢個將會好近期發生嘅七八九月之爆啊，香港冧檔啊，而家冧緊啦，係啦。咁呢個即係方法啦。當然睇下，即係今日就想睇下你有冇啲頭先嗰扎嘅。嘅諗法，仲有冇多啲諗法可以俾佢哋嚇參考下又好，點樣都好啦，或者係討論下，哇！成個原來香港政府係咁樣，對音樂事業六年前係咁，而家就係咁，冇分別嘅，定係？但係第一件事，我哋就想諗，即係咁佢係想向全港嘅音樂人挑戰啦，定係淨係想向你挑戰啫嘛？即係你呢班友仔搞咗我咁多年，又或者根本佢係厭惡 band 仔，咁但係。在這件事我一想到其他類型的音樂，譬如粵劇團體應該更加源遠流長地用普通單位來練粵曲啦。剛才我們說過他有沒有找到一些議員，粵劇不用說了，粵劇有一個人動了一道，有個政協動了一個那邊，但是你們本身有沒有議員去談過這件事呢？即如果即跟他玩一個叫做正統一點的遊戲啦。議員 我們沒有跟議員談過的，沒有的，但是起動九龍東就嚟傾過偈嘅，要好耐以前嘅事啦。呢個係啊，但係佢當時聲氣咧，佢係叫你，即係其實嗰陣時都有地政繁榮嘅。然後其實我聽佢哋聲，嗱，只要咧你聽我講咧，我就將你地政呢個繁榮咧就攞走佢啦。但係啲要求就好唔即係要唔合理，即係賣屎忽。係啦，我想講啦，咁當然你冇賣屎忽啦。咁當然都係咁樣樣，都係知即係同佢哋搶個反調啦。因為嗰邊真係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來的嘛，其實是因為只有兩手準備，你都看到了，遊擊比我打得這麼厲害，一個線都不需要做的，只是喂我自己拿自己的機器，偷電都不偷，你自己帶電話電話都被人捉的，或者被人驅趕的，這個就是他們即政府上面 對音樂人或者對不受控制的音樂人是有一個問題啦。但是去到這個位置的話，其實你是沒覺得他針對你，其實如果不是的話，只是因為你的名字太大了，還是覺得那些band很煩啊這樣啊，你覺得他們即我不是，還是有其他更加陰謀的想法的？你覺得有沒有更加陰謀論？你可以想，你想過不說，你覺得你們會不會
會再漏啲人掟磚啊，同啲年青政治團體有秘密上嘅屎忽交流啊。交流啫，佢哋屎忽嘅。唔係啊，即係我哋唔知噶嘛，真係啊。而家有冇陰謀論咧？其實有。係有冇啲陰謀論㗎？自從佢哋踩完嗰啲咩？嗰啲香港啲 FM 電台都俾人踩完，你哋會被聯繫到我反而覺得冇、我反而覺得冇，因為如果你係用陰謀論嗰度睇嘅話，上嚟就唔係地政署啦，我覺得。政治部係啦，陰謀論政治部一上嚟嘅應該係一個粵劇團體，一個面譜。好驚喎，咁樣係，即係冇依樣嘢啦。咁所以就好好咁，頭先講到啲 band 仔嘅反應係不一啦。我即係係啦，啲其他你哋有冇揾過啲其他音樂人問下佢哋意見？即係可能我正常，我一睇完呢封信即刻，咁即係咩地方先可以搞音樂啊？你正話商下擁有娛樂牌照嘅地方咯。哦，即係如果表演場地嚟嘅。OK。咦？咁 JCCAC 嗰個劇場係咪真係犯法啊？表演場地嚟嘅喎，冇教嗰啲係唔得㗎，全部都唔得㗎啦。哦，逐次簽㗎嘛即係要完全商業地咁做，去貴嘅地方度搞嗰啲咧就得啦。所以咁我就諗，我就揾到個解決方法嘅，都可以喺工廠實行嘅。但係呢一個就賣貴啲飛，唔係好唔人，軍事嘅呢件事好唔人道嘅，唔人道，唔人道嘅。唔係啊，屌點解唔人道啫？去搞嗰人好唔人道，撚幾間夜總會夾埋得啦，賣貴啲飛，我哋玩套票形式。Tina Tina， 嗰個出話去完澳門再翻嚟睇 show 嘅，吹啊咁。唔係因為其實佢條例上面寫住咧，每一間工廠大廈有10% 嘅業權係可以做呢個餐廳。咦？咁你攞你做你即係你攞到食牌之後咧，就可以根據你個規模而去界定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娛樂牌照。哦，係啊，咁咧咁其實咧我就即係搞死你嘅啫，其實玩錢咯，就係玩錢啫嘛。哦，錢係解決到嘅，但係我頭先都講一樣都係好唔人道。你對一班如果你話搞下咁嘅 indie show 或者哦，即係逼你係要加多啲其他行業嘅嘢啦，即係逼你用佢揾佢嗰套，污染啦，嗰套非常繁複嘅一集呢個方法，嗯，都繁複咯，要去食牌先，大佬，食牌有幾廿個牌選擇噶嘛，有小食，有食物加工場，咁咪扭㗎，近期好紅嗰啲咩食物車隊落你樓下拖 sofa 一晚 show 啊，一晚啫嘛，大佬，跟住佢就其實嗰晚係教鳩你整嘢食咯。好知要請埋阿鄭定峰噶咯喎，好喎，架車夠大啊，鮮包，嗰架車都唔合法噶。如果你話鄭定峰嗰架車都唔合法，咁唔關事。香港行到架車噶，嗰架車太大啦，我呢個諗法嚟嘅。懟落嚟啊！直情喺門口拍啊嘛。我就好多人好。唔係喎，樓下架車燒食㗎。睇收咁啊！架車放後面成日燒食㗎。係啊係啊，架車。唔知我連幾次都撞到正，佢燒食咁誇張喎。咁都幾拗頭喎，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大家真係要即係如果有做音樂嘅聽眾觀眾，你哋真係要諗一諗呢個問題咯。係咪音樂類型嘅一個歧視啊？定係根本係一個死結啦？定係真係佢同你講你呢度玩音樂同埋錄音係唔得嘅？佢俾咗個例子太衰咯喎！佢話呢度本來係要做第二啲嘢，咁但係你佢俾咗個例子即係幾個例子啦，唔係佢即係話。即係要咩叫厭惡性行業就呢一扎啫，係啦。咁但係佢係嗱，即係呢班係只係一班機械人啦。但同埋到今時今日嘅音樂行業，即係喺度，可能有條友喺度真係卡拉 OK 又可以告喎，屋企裝卡拉 OK 機，咁嗰啲人又點樣處理咧？如果我知係捉你太大聲咁，咪抄到做你係大聲嘅，就係大聲，捉抄做嘢咯。咁你可唔可以講緊我哋當日其實只係做緊卡拉 OK 嘅？係根本係差唔多啫。每一次都以 K 歌嘅形式喺度推出市面，但係佢哋跟住一台 punk band 嚟做卡拉 OK， 聽晚都係 punk band， 都係卡拉 OK， 後晚提 happy metal。其實佢哋有提過嘅，其實佢用一張海報已經入可以入我㗎啦。哦，係啊，佢唔需要理我喺度做啲咩。但係冇咁，如果可以入你，點解咁多年你哋都生存到？咁其實真係有啲嘢啦，既然其實我哋之前辦過幾次倉㗎啦，即係真係佢每次一嚟咧，我哋將全部器材拆曬，
全部嘢拆曬。咩啊？你睇我唔到嗰啲啊？係啊，你咩？係啊，我哋扮過幾次噶啦。我即係個台就唔見咗。你即係話呢個係其實係又係風筒嚟嘅？唔係唔係，佢就變翻風筒，佢變咗風筒出嚟，佢變到得啦，唔好理佢，變咗風筒出嚟。係啦，但係都唔信。但係用得太多次啦，用得太多次。佢真係一定要高咁樣，咁睇嚟真係要開始Plan B 嘅啦，就係賴皮嘅形式。咁但係或者係講遠少少啊，係咪因為就係有啲咁嘅條例？有香港的 live house 才做不起呢，是不是以你咁多年，不是只是 live house， 其實很多很得意的行業都會因為這條例你不能發大，你不能周圍宣揚，因為你即是說不能跟 在地上不能搞定的時候你是搞什麼都不行的，是即係你冇得打開你個 studio， 你就我你教人整乜整乜，你教人做啲乜嘢，但係你冇得好開放咁樣周圍叫人嚟，你淨係可以偷偷摸摸喺 Facebook 開個 event， 阿馬底誒過嚟啦，咁樣冇用嘅，係啊。哦，咁我真係會諗翻嗰啲咩 Hard Rock Cafe 啊嗰啲，又真係又係點？嗰啲就完全擺明居馬做商酒牌啊嘛，有四行酒牌啊嘛，酒牌啊嘛 ，fit 咗咯 ，fit 到咯，係咯。就算佢調翻轉，可能話齋好似 HMV 咁，每次我臨時牌或者係隔一段時間臨時牌，佢都冇問題啊。佢有個牌啊嘛，不過臨時嘅啫嘛，真係煩咯，佢唔介意嘅，佢哋做到啊。嗯，因為啲全部錢同埋時間嘅。咁即係話係一個唔係好公平嘅 startup 開始嚟計啦，其實係。你只能夠玩以往嗰個制度嗰種玩娛樂嘅形式，去攞嗰啲牌嚟運用空間，就冇其他位啦。即係張耀榮咯。係喎。大家真的要深思熟慮，我哋係咪香港係咪一個所謂嘅音樂多元嘅地方咧？原來啲配套係咁樣嘅，最基本嘅配套都冇咯。其實基本配套都冇咯。如果你咁講，即係用呢、這、一個，即係唔好意思，用你呢個例子做嘅話，如果佢捉 band 房嘅，佢真係捉得，即係捉曬，用呢條例係捉曬噶啦。即係佢哋案例成咗案例之後咧，就全大家都死。如果肯捉嘅話，如果係。有時好神奇嘅嘛，可能佢做一好，唉咁大案例，打成世打一個案例，打七年嘅案例，搞掂咗啦，得我退休啦，即係跟住成個 case 就擺咗喺度。咁譬如有時，如果調翻轉，原來一定要係飲食場所先可以，可唔可以做一間又係嗰啲咧試業飲食場所、試業嘅飲食場所嘅名義嚟搞咧？有啲朋友其實係食用緊餐廳呢個模式。嚟做緊 live， 係啦係啦係，即係間中 live house， 即係唔係好似阿黃？如果改名攞個新牌咁樣執上去咧，你話我而家轉行啦，即刻我就飲食業，仲要食厭惡性嘅食屎嘅俾啲人咁樣，就以後開嘅HA 請人食屎餐廳，你唔聽音樂就嚟請你食屎啦。所以就去到話要去開餐廳嗰、那個嗰、那個數咧，就俾錢出嚟，要開餐廳似樣嘅。淨淨係攞個商業登記得唔得㗎？啊！商業登記保用噶，商業登記係商業登記係一張爛紙嚟嘅。哦，即係你要俾人嚟重新收你鑑定嘅咩？你係要做飲食業啦。係啊。咁我琴日咧都有啲香港都好多良心嗰啲啤酒商大哥，琴晚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嘅。佢話咧，全香港同嗰啲出牌部門最熟咧，就係中介公司噶啦。他們肯幫你呢就什麼都可以，但人家只是看錢而已。他說其實你在工廠區搞鬆不是不行，你有錢就搞得了，只不過從來都沒有人會在覺得在工廠區搞鬆給那麼多錢是值得的。那你們有沒有問一下什麼價，找幾間中介公司來對給地政署那其實去到的point就是你選了、你選對價，我們幫你搞，即是說同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那些好像你去 EMAX 那裡搞都是那筆價錢，不用中介公司的，反過來現在的公司同一個道理就係俾筆錢係一樣樣俾中介公司係搞得成嘅，咁即係都係錢嘅問題咯。係啊，即係總之政府一定要收你錢先。咪係咯，你要搞，你俾錢我。即係總之就係陳舊期要睇啲係。總之你唔交陀地，你唔好諗住搞數啦。哦，我覺得我就好直接。深思下。曬我哋喺我哋即係搞細數，原來真係好難搞嘅香港。香港係難搞咯，細數你要唔諗住會要俾咁多錢出嚟做噶嘛，或者係要一筆咁大資金去做噶嘛，你咪啲先嘥錢咯，唔係打落隊 band 度，你揾啲 quality band 翻嚟，或者係你音響好啲，原來唔係咁做噶嘛，係俾一筆錢去同人去仲嚟講喺法例上面去周旋，而佢哋嘥咗時間周旋啦，跟住如果咁時間去到咁嘅情況啦，呢個係好神奇嘅嘢嚟噶嘛，因為等於你唔係就係呢啲噶嘛，即係唔係就係話做音樂場地，咁啊餐廳你都麻煩噶，係喎，餐廳而家呢啲麻煩唔係你咩餐廳，唔係餐廳牌噶嘛，有可能叫食牌嚇、小食牌呢個，喂，我唔係噶，我冇明火咯，冇明火就得噶啦，冇明火人個牌嚟噶喎。
就我飲食跑幾個啊？即係點搞啊，大佬？你唔識嘅，係咁俾錢咯。係啊，明白明白。係啊，呢個就係即係要佢嗰套運作模式，即係玩佢嗰套嘅模式咯。咁但係而家解決就係點樣去遊擊地繼續做落去咧？咁咪希望首先多啲人知呢件事，諗多啲橋先啦，關注下啦，同埋。如果真係咁嘅話，都幾錯嘅喎，真係。我理解一下咯，即係如果今時今日，如果話想做一啲比較理想性嘅嘢，即係夠理想。都唔係獨立地玩一下音樂啫，同埋。你都冇乜政府資助。就係要課小眾音樂人嗰啲嘅啫。都唔好話小眾啦，係即係。即係佢可能唔係話玩到成千上萬嘅小數嘅咁樣。小型 show 嘅原來喺香港係真係暫時度唔到保障你嘅橋之餘咧，就想做一個傷害呢件事嘅傾訴。政府資助都冇需要，即係冇需要個人自行運緊呢樣嘢，咁即係好明顯就係一係就即係政府一個先都冇做過呢件事啦，點推廣都冇啦。咁但係你哋講緊你哋咁多年有幾隊 band 話搞過嘅 band， 即係喺我哋有八百場 show， 八百場 show 係由第一個地方到今時今日，咁八百場 show， 咁即係你哋喺度由2009年開始計啊嘛，係咪？係啊，咁之後起碼有七年啦，就係啊七年，起碼啦，因為中間停咗噶嘛，起碼七年啦。我其實七年裏面有八百場 show， 咁大家諗下啦，咁香港大會堂都唔知都冇啦，即係有冇咁多啊？即係一年可能有一百場 show 都冇啦，如果大會堂你計。咁就真係諗到，我哋係真係面對咗一個困境嘅喎。如果喺呢一方面，對於嚇，除咗係一個文化困境嚟嘅咯喎，想堅持玩呢種音樂，想用真係反而慳慳地用低成本去做，反而係冇曬空間喎。係啊，所以即係我哋見到係，雖然頭先都提過啲新聞，譬如話喺較早前幾個月前，嗰個局長即係發展局講過話，同好多部門積極研究。將工廈即係某啲地區、某啲地區啦，某啲地區大家都唔知邊鬼個啦。地區嘅工廈可能某個 region 裏邊嘅低層數嘅單位可以加用途，加用途，譬如話變成有可以加到劇團啊，或者表演場地啊，咁，即係做啲藝術工向嘅嘢。但係呢樣嘢我哋講緊唔係喺你活化前講噶嘛，唔係活化後講噶嘛，活化前我已經講緊呢樣嘢噶啦嘛，即係佢而家死曬啦，你先叫出嚟喂。咁死得啦，大佬點算啊？係咪條例嚟㗎？冇人知嘅喎，講完就算數嘅咯喎，係咪殺人緊嘅條例嚟㗎？定係有人唔聽條例執法啦？冇人知道，又係唔知嘅喎，冇人知道樣嘢喎，點算啊，大佬？完全企曬喺度嘅喎，件事。好啦。太多呢啲嘢啦，太多啲嘢。不過想係大家多啲人知呢件事，呢個係一定首要。咁如果你哋展望咧，如果今次又俾人搞，如果真係唔掂，會唔會喺第二個地方用第二啲形式再繼續咧？係啦，呢個我哋想知道。係咯，試下睇下有冇希望做到餐廳咯。嗯，即係第二個地方。我會係啊，因為其實我就唔憤氣嘅，純粹一個冇咁啦。係啊，但係就真係都即係本身我自己都hater嚟㗎啦，咁但係所以其實我係我要做到先心息嘅，我對呢件事係反而係咁樣嘅。嗯，就算他知我呢排做唔到落去，可能自爆啦，已經冇人會再娛樂啦。係啦，就係抌多幾個月，可能已經唔同曬嘅環境。係睇下有冇機會咯，都好咁就。咁要大家諗下。不過當然，我哋都要多謝，即係之前我哋都喺 HA 搞過一啲活動嘅。哇 ！HA 好好啊，佢個台啊，又可以卷唔同嘅嘢，點唔同嘅嘢喎。我哋朋友唔少，但係我哋自己都搞過嗰個放映會啦。係啊，係啦 ，Fat Fatty 嗰次都有放映會喺度都幫手啦。係啊，我哋睇嚟真係要可能有啲更加多唔同嘅層面嘅創意嘅朋友，盡快嚟呢度實驗下用咗呢個台先，搞啲匪夷所思嘅嘢先。匪夷所思。係啦，跟住你有厭惡性嘅嘢，唔止即係等啲地政處嗰啲人，或者等啲人一開始就認為你呢件事，哇好撚厭喎！你哋搞嗰啲嘢咁咪得。是不是在這裡搞一場不知道一起立體不是集體不知道做什麼東西那些呢令到輿論覺得你們這群人很厭惡然後拿地政處說很多人覺得我們現在很厭惡現在怎麼辦行不行集體在這裡可以試一下的好、再想知道多些關於 Hidden Agenda 的東西可以上 Facebook 或者上讀媒可以找到好多 Facebook 盡量運用 Facebook 啊和我們網絡啊資訊的又或者我們跟著下來看看有什麼朋友有對於這些獨立音樂啊獨立空間有意見呢我們歡迎他來這個給人研究我們繼續延續這個談的不即是我不定只是
band， 我覺得其他類型的音樂或者其他類型而家多元文化一定會面對呢啲問題。因為呢件事唔係淨係音樂方面，音樂係一創作一部分，而創意呢方面或者係做創作的朋友亦都係面對緊。大家要深思係啊！如果係咪如果即係嚟香港搞任何嘢都要先搞好個地產先嘅，咁你唔使搞啦。咁我哋又真係諗下啲外地人，或者甚至乎如果係咁嘅話，可能真係以後個陰謀啲嘢就係俾曬啲。啲錢來歷不明嘅人嚟，以搞地產嘅名義嚟衝出香港各種空間咯。嗯，好，今日就暫時咁多先，好好，下次再研究啊。多謝曬你哋，好，多謝。好。好向往台灣嘅文化同埋生活方式啊，仲想移民喺台灣添，咁就要快啦。全民蔡英文上台係會收緊香港人移民去台灣嘅條件噶。如果想知多啲喺台灣置業、投資同埋升學嘅移民方法，咁喺6月25號下晝2點至4點喺 MIHK 咧就會有一個由資誠環球舉辦嘅移民台灣免費講座啦，仲有機會啊可以得到來回台灣嘅機票一張噶。詳情可以致電3955-8673或者 email 去 cs@mihk.tv。名額有限，要即刻報名啦！想幫自己找到個安居樂業的門路，那就記得不要錯過了。6月25號下午見吧。是不是看極都不夠喉呢？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就要上 lowjoo.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沒錯了，大家還可以 subscribe 我們 YouTube Channel 的 lowjoohk。 嗯，是的，還可以上我們 Facebook 專頁去 like 我們的。沒錯，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看片的話，就可以 download 我們的 apps， iOS 和 Android 都是叫做 MIHK。系啦，所以我哋而家苹果机都可以睇啦，随时随地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节目啊！